这时候当然就是要继续偷看咯，虽然等一下好感度又要降下来了。背后的杀气，我知道他要找什么，那只能下一次再找他了。欸，玉哟，这时候就要做那个史刀克。你确定是机库吗？柜子里面去了。我很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哦。游乐园之类的吗？从柜子进去，然后从厕所出来之类的。为什么机库有橘子香啊？那个，那叫学乾隆谍影吗？我也蛮想看下一步要干嘛。可以不要做这种事情吗？好欢乐哦，不愧是战斗民族俄罗斯人。因为不出神的话，就看不到接下来橘子还有那个匍匐前进啦。感觉会被杀死。